智商还得我先来。滚！你有什么智商？看我的，这个八，真是个王八蛋。这个圆的，太圆滑，我不要。我要这块生姜，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我肉肉肉。哼，你这条水鱼，你才水鱼。记得把它酱啃完，到我了。这个两个小细盘太小了，我这个红红火火。嗯，什么菜？什么菜？哦，红烧狮子头啊！寄给肉丸子。哼。啊这个不是八爪鱼，这是水鱼。哪里？八爪鱼、水鱼、八爪鱼。想多了，原来是鸡腿。哇哦！酸菜鱼，我先来。滚！看我的，这个鱼不是鱼腥草，就是小鱼仔。这个酸，酸的我都不喜欢。我要这个，会是什么菜呢？嗯。这是什么鬼？哼，没见过世面。不好使，看我的，这个酸最多是个酸菜嘛，我要这个，我喜欢吃鱼。我东江火盆鱼，干巴巴的，我也不爱吃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我们也选啦。酸辣椒，又有海鲜，滚！没轮到你，一边待着。看我的，这个三个小蟹脚，这个一个鸡腿骨，啃不动。我这个绿油油的，我喜欢春天的气息。嗯，哎，春天的气息，那是被你踢的吧？哼。这是稳的，这个三条小蟹腿没肉，我要这个鸡腿。我，螃蟹那么小一个，这是个毛啊！嗯，也蛮香的。